江苏兴化的中堡镇是苏中地区养殖第一镇，这里生态优良，水质清新，出产的螃蟹肉质细嫩，是制作醉蟹的绝佳原料。53岁的李永正有着30多年的养殖经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养殖户。虽然已经做老板多年，但今天他还是重拾蟹农的身份，因为这次捕捞对他特别重要。上海人呢，吃这个螃蟹啊，特别讲究口味，讲究质感。我的螃蟹是质质红果，果肥质满，青皮白肚，金爪黄毛。这个用这个蟹加工出来的醉蟹啊，质地很鲜。而且我这个的糖尿病螃蟹养殖啊，基本上都是无公蟹，无母蟹。今天收获颇丰，老李特别高兴。一个个横行霸道的螃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能卖个好价钱，更在于他能给交往多年的客户一个满意的答复。朱国伟，醉蟹原料采购的负责人，与老李相识多年，上午他如约赶到这里准备取蟹。看一下朱厂长，今天螃蟹怎么样？哎呦，今天螃蟹不错嘛，大丰收啦！大丰收！哎呦，今年螃蟹可以啊，反正是老朋友了，到现在做到现在了。从情况来看，今年好像比早两年那个产品的品质还要好嘛。我们呢？你本事大了嘛，现在。朱厂长，你看他喝都多喝。那不要讲了，那肯定的了，对不对啊？作为我们来说，要找最好的基地，一定要质量好的，对吧？这样的话，我做出来的醉蟹，那肯定是好的了，对吧？几句闲聊过后，一笔买卖就这样敲定了。这是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相信任。早期南货店大多采用前店后工厂的布局，如今更大型的食品加工厂取代了他们。从兴化运回来的螃蟹个个青壳白肚，极爬有力，这将是今年第一批上市的醉蟹。经过初步筛选，清洗过的螃蟹被放入有氧水池中暂养一天，使其吐尽。
照老的传统的那个加工的方法，但是呢从投的料加的料就是根据现在的就是消费者的口感适当的改变。风缸醉制之后，螃蟹还需整只放入罐中进行第二道醉制，起到进一步调味之用。醉蟹料是古传秘制的，老法师口风紧，只字不肯透露，只神秘地说道全是中草药。此外，螃蟹在每一道醉蟹料中浸渍的时间不尽相同，但这也是秘密。这些美味的制作绝不仅仅是一张食谱能够搞定的，其中既有口口相传的情谊，更有自己对口味的领悟。现在呢，我们也是老的带中的，中的带新的，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带。因为这个产品呢是本来说呢就是农副产品加工的，那么技术含量呢，也就是说呢全靠自己的就是看悟性，不是说从书本上能够学到的。每一批醉蟹要经过两道醉制才能最终与食客相见，从每年十一月醉蟹正式上市直到来年四月落市，中间隔着半年，老食客们虽然心里焦急，却依然愿意等候最佳时节，因为只有橘黄蟹肥的时候才能做出醉人的芳香。